本人的房产、存款均属于我和配偶方佩共同拥有，我的部分将均分配给我们的其他家属。至于安夏80%的股权，顾一继承50%，苏娟10%，顾瑜10%，顾英10%。顾一，公司就交给你了。作为董事长，我希望你把公司带好。作为父亲，可能我不是个好父亲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是我的骄傲。看着你把公司带得越来越好，我很自豪，也很害怕。一路以来，你走得很顺，我怕你还没学会面对失败，我也没有时间慢慢去教你，所以我把你丢到工地，就想要打磨打磨你。还好你没有让我失望，那段时间你没闹，没有抱怨，反而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我相信很快你就会看见自己的公司。你跟我很像，但又跟我不一样。你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这辈子我辜负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你妈，还有一个是苏念。苏娟，我知道你一直怨我，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，我愿意用一切来补偿你。公司是很多人的心血，我希望你协助顾毅一起管理公司。苏娟，